赶紧赶紧的。这个我不会运。给那个老板。给那个老板用。哟。这个有吗？你看一推一打。有用的。一推一打。有了吗？掉了吗？五十块，这边低了。就是游轮母港那一块儿，你看这边海面上有一团雾，雾后面有一片山，这个山是现实中是不存在的。是蜃楼是吧？那个地方哪一座山？昨天下午，网友如意在环湾公路上拍摄到了罕见的海市蜃楼。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啊，胶州湾里边呈现出一片连绵的海岛，清晰可见。回来的时候，这一片海岛啊已经消失得无影无。我不知道跨海大桥惊现海市蜃楼。这个地方能看到哈，海里有山有房子。啊，这个地方呢也是海市蜃楼，也是大海。实际的青岛的话是在这个位置上。4月28日，青岛的海岸线上出现了一幕令人叹为观止的海市蜃楼奇景。这一话题持续在热搜榜上引关注。青岛已经不是首次出现海市蜃楼。网友发视频分享了这一罕见景象，其美丽程度被形容为山川云雾龙，仙境如画中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里是高速公路口子，服务到位，还帮你亲自关门，没有监控带，认错，我会顺便去看一下后面。出门没看黄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美丽的木兰围场。今天是4月29号，看这雪有多深。这回比昨天深了吧？好。你说这老天啊，也不知道想干啥。说今天这马上都来到五一了，我一点都不想活了，咋回去干干净净的？去。朋友们大家好，看一下朋友们，这下的是啥呢？这下的不是雨啊，这下的是雪，看到没？这是雪。今天都已经4月29号了，脸都有点冻死了。4月29号了，哎，这天气不知道咋回事又下雪了。我们这批天气怎么这么极端呢？昨天晚上下冰雹，今天呢你看又开始下雪了。发这个视频没啥意思，主要是就是抱怨一下，
为什么都属于地球，都属于中国，为啥就我们甘肃岷县就这样子的呢？靠天吃饭。郑州的天气突然断崖式降温，下的雨瞬间结冰，好冷呀，注意保暖，把羽绒服绿大衣穿上吧，别感冒了。现在车辆在晃，车辆都在晃。湖南洞口县夏季暴流，恭喜回播后面的夏季暴流。大家好，这是长沙的4月29日周一中午12:46啊，已经天黑了，乌云盖顶，等一下就会夸嚓轰夸嚓轰嘛。看一下那个地方啊，哎，对，那边还有一束光。不水帘洞，长沙南，好家伙！对对，一个比赛。长沙高铁站，我们过了。我操！我操！我靠！啊！兄弟！我有点危险！我操！我们要淹了，兄弟！10分钟我们能走吗？我们赶紧进去。二流皮，拉的汤克车装的那个劲儿样子，把汤克都给装的地下来摆起。三个车装的，把那个汤克都给装的地下来摆起。广州机场停电了，机场停电了。新的美团外卖订单，请及时处理。您有新的美团外卖订单，请及时处理。给我报个警，报个警，来，到门外讲，跟你讲的到门外讲，我凭什么报警？这你都不能拍照，我听懂吗？你拿出来一句，拿出来一句，有一句拍的就是你，你还动我？你听我讲完，如果你要一句，马上可以拿给你看，都没有关系，拿去，知道吧？但是有一条，拿去，你找我来，这是办事，不要跟我哪一条法律规定？可以，我们拿给你，可以吗？我现在就问你，但是哪一条法律规定你要看？我不需要看，我只需要你报给我暗号。我为什么要报给你暗号？你不来，你进到我这来办事，你不告诉我身份证号，你能进去？对呀、啊，我律师，我进你法院怎么了？我就想问，我律师进你法院怎么了？人民法院，人民法院都可以进。对呀、啊，你看人家，人家来人民法院，人民进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人民法院，人民法院，人民群众也都是这样进的。哦，你有什么猫腻呢？对不对？银行随便拿钱。哎，我进银行先进大门是可以吗？我可以让你进。什么逻辑？还能随便拿钱？你秘密吧？人民法院，你进暗号告诉我可以吧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？你不告诉我，我知道你在干嘛。我就是想进一下法院，行不行？可以。我纳税了，我来监督一下。你记住一句话啊！你要是跟我谈这些问题，不要跟我谈。所以我要进去谈吗？所以我告诉你，给我暗号。我为什么要给你暗号呢？你不给我暗号，你凭什么进法院来？我凭什么不能进法院？凭什么进法院？你给我说一个，我法院怎么不能进了？啊，问题。我凭什么不能进法院？我就问你。纳税人啊！对呀、啊，你看人家民事什么都说了，我老百姓都知道啊，这老百姓的说讲话说理的地方啊。
我不去外地，我今天就要进法院。啊，对，不让你说你有什么毛病啊？有什么见不得人 ？B 站网友实测。如果微信群的名字改成诸如华为问界赛利斯维权，则改名不成功，群名字会瞬间变回前一个名字。改成特斯拉维权什么的就没有问题。空中惊魂，乘客表示日前飞往成都的航班太吓人了，以为马上就要去到天府了，准备把运动相机当黑匣子用了，要交代爸妈的话都录好了。还好安全落地用不上了，真的万米高空失重感很恐怖，想呕吐。哎，你好，哎，怎么着？你在北京租房对一月多少钱？我租什么房啊？我就在这住。你是北京人？对，纯北京人，就在这儿住啊。白老二，白老二，那我去你家看看去。走，老总，哪儿？这，住这儿还挂个帘儿？看我们家猫。哎，走嘞。不是，这整个院都是你的呀？不是，也大杂院好几家呢。好几家呢。那就没事儿，我这没事儿，我没那么多事儿。行，这是您厨房啊？厨房是做饭。哦，这儿有卫生间啊，卫生间。哎，那你刚才干嘛还上厕所啊？哦，那是这什么那个蹲大手得上厕所呀？哦，这是小手行啊，这是厨房。嗯，然后这是切菜的去。哎，对，没事儿，那我坐着啊，坐着啊。阿姐，对，吃饭在这儿。吃饭在这儿。您坐着，您坐着，没事。你看，我这北京就是习惯，嗯，起来先上奔厕所，您知道吧？北京去厕所，对，厕所完了是修高的啊，沏点茶，嗯，一会儿喝透了，然后再做饭，对，做饭吃饭，对，然后中午再拿一小件，拿一小件，哎呦，您在这住那么多年了都啊，就这么点小件啊。说实在的啊，您这有点太小了，这屋子里边住着啊，按他们来说现在有点憋屈了哈。当然都说北京人有钱，在您这儿没体现出来呀。我们这离着天安门非常近吧？嗯，早上起来你知道吗？啊，我说离天安门这么近，外外老北京居住的环境还是这样的啊。嗯，得需要改善了哈。咱们从二叔这个屋子里出来了，咱们看看他这个外边的，这是公厕，公厕他这小公厕不大。然后
我看得好几百人都得用这个工作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